好，佢又翻到嚟 Pokemon 嘅随机火红啊！咁上次讲到打完呢个尼比士嘅小光啦，打完佢嗰只嘅劲难打嘅多次谷石兽，咁依家就要通过尼比士右手边呢个通道啦。好，中意着短裤，森林蜥蜴小子，草系嘅训练家，唔错。好，呢个都系草系，哇，真系草系，咁多草系，有个狩猎凤你都几劲，电击波。用咯电击波，懒惰应该唔使用，因为冇机会用嘅懒惰。狩猎凤猎太过弱啦，我转下巴塔碟先。我哋不如试下拎呢只出嚟升下你，空气爆炸，听到之犀利。哇顶啊！低能呀，俾人封咗，我行唔喐，转唔到种，顶，仲谂住升咧添我。横冲直撞。真啊！好，流星拳，我唔要火花啦，火花啲唔使要。鸭嘴火龙就换熔岩龟啦，水之波动啊，俾人麻痹咗，必杀门牙，哪来门牙佢？好，谂住升咧都升唔到喎，打呢啲咁鬼劲啲虫，烧啊，烧，烧啊，雷电球啊！吸冻光线，哇！佢又识吸冻光线，我真系回血先而家，俾个机会我回一回血先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哋去之后呢度，点唔打嘅，唔使打嘅，升下呢啦，咁唯有呢度。哇！顶脱我忍啫，好在打死啫，得唯一一招，记住得五招嘅技能，风咩空气爆炸，又系呢只嘢，电击波啦。升得好慢喺度，呢个 level 太低，顶落冰，都系喺啲训练家度升好啲。蒙过来啊，犀利！啱啱升到两厘啦，几快手！哇，奇鲁利翁，剪刀断头躲一步，哇，大自烧，好多虫都识大自烧喎，呢度咩事究竟系？系发生咩事？又嚟，咁唔打啦，识大自烧噶吓，吸血啦，吸啊，空气爆炸，升多一 l 应该可以进化啦嘛，系咪十 l 进化大阵风？哎，冇技添，好，我哋入洞啦，入洞升啦，争一 l 争少少。尼多狼，好，暂时我未决定用啲咩重号啊，进化啦，进啦，大阵风，流星拳，点解佢哋全部都识流星拳嘅？头先又有只识流星拳喎，啊，巴达蝶又识流星拳，但系大阵风流识流星拳都唔错，好似，OK 喎，好似依家唔错，好，我而家系一个虫系嘅训练家咁滞，哇，仲加咗攻点流星拳，又几好，小刺蛋啊，尼多狼，雪童子一个流星拳，哇，输咗俾佢哋，流星拳打唔赢雪童子，因为系 level 问题啦，系嘛，头先嗰系廿 level， 我哋得十 level， 就算黑住佢都打唔到啲咩高输出出嚟，食蛋。得十呢啲真系唔使打都得，净系打训练加升呢，即系话咧呢一个嘅 Pokemon 系必须要透过同训练加打，如果唔系你就会唔系嘅话你就会咧打唔升咧升得慢啲，系啦，依家狩猎凤蝶最高咧，好啦，但系我哋唔可以用死一隻嘅，我谂巴塔蝶、狩猎凤同大针锋呢三隻咯，三隻虫啊，虫系训练加，哇飞！化飞唔得，一定打唔赢。化飞一定打唔赢。瓦拳石，即系小拳石啦。恶魔之吻，咁某程度上真系几恶魔嘅小拳石用。真点恶魔之吻，玩法死晒咯啲虫，得翻我只最重要嘅主力就系狩猎凤蝶，多次谷石兽，捆绑唔要，大自烧。大字招，你疯狂乱找，
紧鬼吸用光线，哇！神速紧鬼，梦妖，好系咪呢度啊？呢度好似攞咩嘅？系咪攞化石呢个位？定系纯粹过嚟同呢条友打嘅？我攞技能嚟嘅，小子弹呢啲唔使要啦。小子弹呢啲好难用，因为佢呢一度净系得一个阶段进化，就系嗰只雀仔。啊，雀仔。咁但系就未有飞机嘅，因为飞机第四代先出，所以就冇啊！我都就快死咯，只虫地鼠啊，正喎、啊、地鼠，地鼠可以试下嘅，但系地鼠有啲咩技可以用？我真系唔知道啊，地鼠捉一只睇下啦。华丽球，哇顶！呢嚿叫华丽球咩？叫亲密。咩亲密度嗰个球啊？搞掂，收服咗地鼠啦！大镬，顶佢叉字符，大镬两步要输你应该要。随机波龙，顶地震，光合作用，啲咩特性啊？技能机五十，好似 overheat， 受吸收类嘅时候伤害对手。哇，佢都识 ，Oh my god！喂，唔系好掂我只地鼠，不过地即系啲虫咧，咩技能咧，咩都唔知道，可能后屘咧有招神技都唔定嘅，系啦，好难讲。但系而家用唔到，因为地鼠呢啲太过低血啦，速度型。如果升我上去，佢冇一招劲嘅技能咧，咁相当于嚟讲就系废咗啦，真系废咗。哇，泥鳅都有，冇啦，到啦。咦，为什么我用这只啊？光合作用啦，韦斯通，我大针锋出嚟升呢都好嘅，其实流星拳，阿龙光先啊，缩壳，好，波士我到奶，走，硬到咁一定打唔入嘅，费列托斯又系怕火嘅。圣火，哇打唔死佢，双针喎，哇呢个 O K 喎，食翻本属技能啊呢招，咁唔要高速回转先，又系费利托斯，换大针锋先，之后出手回风点，大智招疯狂植物，诶、欸，做咩突然间有啲咁嘅嘢打啊？无端，龟壳化石，贝兹化石，龟壳化石咯。好，我哋可以打华南市嗰个道馆啦。唔知系啲咩？诶，呢个好似系学技啊嘛，系学技嘅呢个，冇得学。八万吨，冇一个学得，阴功啦。好，嚟啦！我即刻睇下第二个道馆系咩属性先。一睇呢啲就知啦，睇呢啲人就知道。哇，格斗系，刀技爆炸。极光速转一转先，我惊死。三个攻击，超力王转翻大针锋，再转狩猎宝剑，食惊，大智招，哇，反射墙，咁多捆绑呢啲技点解？呢个应该打唔死，但系如果佢冇攻击技，我都可以打。哇顶，即刻死咗，因为佢飞行系咧四倍嘅。好啦。所以如果佢打唔死我，好大机会可以打赢佢嘅，但系好可惜啊，佢一下已经秒咗我啦。小茂啊，哇，26咧，冇得打喎，真系，而家真系靠狩猎凤蝶一个打啫，鬼火 ，Oh my god， 蛇身，哈拉克罗斯，玩下点，星火，泥浆攻击，顶。咁样求其掉一掉个泥浆攻击我都死咗，哇！大镬两步，一招泥浆攻击死晒，手足慌乱啊！冇技啊，条友唔系喎，哇！好难打喎、啊，唔紧要，可以打呢个道馆先啦，呢、這个格斗系道馆啊，好，大力哇，马鼻粉，电击波，电击波，十粒咧大针锋。
我谂大针锋应该都系一个几劲嘅输出嘅，我谂空气爆炸，空气爆炸系俾几技啊？好似系特攻咯，哇三攻击，哇精神提升，烧爆佢，赢啦啩，赢啦，搞掂，水之波动技能，嗯，跟住又到小茂点打啦，哇小茂真系有冇可能打赢啊小茂？空气爆炸，假指控喎，唔俾我用变化技啊！呢招好似系，喂啦几劲嘅空气爆炸，冇法使用相同技，哦原来呢招唔紧要啦，我哋转手裂缝碟啦，蛇身一个急冻光线车，哈拉克罗斯巴塔碟啦，圣火飞沙脚 ，OK， 我点解冇烧伤佢噶？大智烧，搞掂啦，细雪，可能史奇冰冻唔使啦，我哋有急冻光线，力撞鸡。哇！火格喎呢只，有点难搞喎火格，用岩重啦，深岩，诶 ，OK， 扣咗佢血都唔错啦，跟住就用电击波啦，揸下搞掂，火鸡，大阵风，大呢只，一招制敌，电击波，电击波，寄生种子搞掂啦。真系辛苦，净废开发咗精灵嘅储存系统，既然你应该咧，既然你用紧佢嘅系统，应该多谢佢。我系真心，所以送你一个好嘢，命人查月机。好嚟啦，又系一个升呢环节，巨金怪，应该翻去回血先。三下池怪，哇，好难打呢啲，四只钢系点打啊？除咗讲我，如果一嚟有钢系咧，都几系嘢，但系唔系。即系如果对第一个道馆系钢系咧，会唔会太难打呢？除非你系用啲咩草系嗰啲咯，如果唔系都 OK。草系应该打得赢嘅，靠寄生种子，因为多数草虫都有噶。火虫系应该可以轻松打爆嘅。好，大冲鸭，空气爆炸，淘淘犬，流星拳，哇犀利啊！我只嘢。嗱，十九咧打廿零咧啲差唔多啦，好似啲小茂嗰啲点打啊？廿八咧冇可能打赢，靠我个 level。鲶鱼王怕咩啊？怕草系喎，冇草技喎，就死添，唔得，输翻狩猎凤蝶先，急冻光先，搞掂你啦！喂，哇顶啊！铁壳勇大智烧，哎呀，27咧，突然之间咁高嘅，黐线！替身要啦呢招咁神呢招技，我可能唔要替身呢啲神技。既然佢自己可以学到嘅话，咁梗系要啦。哇呢度，想问你要加入火箭队喎？靠抢精灵卫星嘅组织想加入，确定加入我哋啦。我都想加入啊！你唔俾我加入，如果有得拣，一定加入。之前都讲过，一定加入蛇身状啊！金属大智烧啦，天秤牛伏板吉奶啊！打唔到咧，点解？飞踢一招啦，咁难中嘅点解？嗰个咩？嗰个流星拳打极都唔中。欧云兰，哦系喎，我系训练家，覆草叶，继续行啦。咩技话？痛平分，同埋影子分身，暴荣丸，超音波幼虫，我两只都系劲怕冰嘅。又巨金怪，烧啊烧烧！外兽怕雷，呢次应该打赢啦。龙呢个外兽嘅话，哇顶空气爆炸佢有用，四制爆有冇咁劲啊？你外兽识飞噶？蘑菇蟹，黐线，八万吨飞踢，75命中唔好啦，75命中呢啲真系太低啦，太低了。
实有一实五次入面一定有三次唔中，我觉得或者两次咧，冇三次咁多嘅话，呢啲运气类技能，咦，吹飞喎，拍击，俾尼多兰胜利破灭渔网 ，OK， 干嘢，臭泥大自烧啦，大自烧。好，电击波都系怕电，呢只系怕冰，而绝对系怕冰啊！搞掂啦，系啦，好，呢个怕冰咧又系啲凡虫嚟，星火星火，哇，飞替身，搞掂啦，仲唔烧伤你一招啦！喷火龙，电击波，搞掂，三五咧就黐线，第二个道馆已经三五咧，我玩到，第二个道馆头先几多咧？好似27喎，哇咁去到第八个道馆起码70咧，70咧道馆，啊几有挑战性，钢拳啦，凹痕，完全系凹痕啫。焗爆弹，入洞嗰时啊，搞掂，我哋玩下正辉啦。好，我答咗否头先。OK， 船飞，圣安老号啊嘛。OK， 我依家又要搭船，去打马志士，睇下马志士系咩系，同埋睇下佢个 level 究竟升到几高，系咩 level 嚟？好。路过打酱油的，咁就要死。路过打酱油，臭臭化啱啦，一夜爆炸，再爆炸 ，TM 28，跟住好似系落去啊，冇记错啊，应该系落去呢度，呢度啦，应该系下面嗰个通道过去。请问有溶食兽换跳跳猪，溶食兽。都唔知边度有捉溶食兽，经常黑暗嘅地下通道咧掉嘢嘅。好，咕咕，回咗血先啦佢。呢个打双打定系单打？唔记得呢个系单打。哇，顶啊！喂呀，搞掂！急冻拳，冇理由唔要啦，系嘛？急冻拳我哋唔要双针啦，系因为虫喺呢啲，不过其实唔系，不如唔要替身，唔要替身啦，系唔要替身啦。流星拳唔得呢只，呢只佢系水冰，呢只大自烧啊，哇保护，哇替身咁狗嘅。呢只都系水兵啦，电击波，雪童子我哋就可以用啊钢拳，哎呀搞掂，好，我哋之后咧就好似要打咗架船先至可以打马志士嘅，系啦，据我嘅印象，好似就系咁啦。欢迎你圣安老号上船，系时候升呢啦依家。流星拳唔得唔得唔得，打唔入，完全凹痕啊！铁甲暴龙，哇好惊，见到咁大只，我唔知一嘢岩石遮埋我就玩完啦。23，有啲攰。OK， 呢一度嘅右翼咧就可以回血嘅，咁啊升到咁上下就可以翻嚟回血。哇正，冇啊冇啊！好在假跌迷信蛙流星月，唉，可惜可惜，佢可以打得赢嘅，如果系呢只嘅话，流呢只迷信呢、這个唔使打，需要一个樱桃批，拜托你了，呢、這个都唔系咩嚟嘅，呢、這个系啦，呢只转用电打啦。孩子周游世界，
哇、哦，犀利！马里路，其实呢只系飞行系噶嘛，唔系喎，重毒喎，食唔到食收咁。嗯，我呢度呢仲唔系打交嘅，一大堆木爆弹、暴风雪啊！哇，啲技咁劲嘅，学咗先啦，唔理啦。因为迟早有用嘅，烈暴风，哇呢只唔得，一定要转啊！吓，咁用流星拳啊，喷火，你唔系咁恶啊？三十七咧，黐线咁快三十七咧，第三个道馆都未到已经三十七咧，讲紧第二个、第三个道馆好似都系廿零呢度嘅啫。据我记得的印象嗰个等级，蝙蝠、暴风雪，哇，好波！暴风雪打结冰添啊，钢缺、飞虫，哇，球鱼，唔系吧？嚟啦，空气爆炸，暴风雪，哦，地震。唔得，转啊！一学招啦，铁甲暴龙。嗯，上针啊！哇，废到咧上针，急冻拳，一学招啦，唔得啦，走啦，可以。廿一咧，买路嚟电击波，星火。唔系输啊嘛，唉，赢到我揸招火技都打唔赢小刺怪，有乜可能？呢度 PP 最大剂，长冲、黑色眼镜、重复球 ，OK， 呢度拦住卡比兽，他是这个样子的，比超应该死啦，喂一下。太好啦呢啲，哇替身喷火，哇哇咁屈嘅啲技，替身喷火粉红门牙，完全系一套唔错嘅技能嚟嘅呢个，即系有防守有攻击，亦都有呢一个固定一半血量嘅，哇顶，固定一半血量嘅技能，哇死啦打唔赢啦呢度，除非中毒啦佢。欸，中毒有啲机会嘅都，我哋慢慢相针啦。我系死啦咁就。Oh my god， 死啦要打赢佢，争少少，争一下。如果等多一弯，佢就会中毒死嘅。同埋佢有个沙尘暴喺度，真系救命。再嚟呢一间啊，好似呢个啊。我哋先用空气爆炸，搞掂你啦！穿洞绳，嗯，唔使打交呢度，唔使打交呢度。呢个咧要啦，暗船，宝石海星，宝石海星，宝石海星。电光石火唔好啦，咁劲嘅技能唔好学。PP 单步制，哇，再来一次，顶啊！大路比，嗯，呢度原野区，呢度仲唔系打交？望到咁，诶，唔系打交噶，咦，唔系打交喎，居然，哇，大镬！Hello， 估唔到可以撞到你，有冇真系被邀请啊？另外你精灵度假收集成点？我已经收集咗四十只虫啦。要咩啊？要咩啊？嗰字唔识读，努力寻找佢哋。OK， 用错技点，但系都顺利烧伤咗佢。我哋换只尼多狼出嚟死。
好搞掂。灯笼鱼啊，哇顶啊！好在佢冇咗个特性啫，哇，全部都系雷虫。哇，大镬，争少少噶啦。喂，大镬啦，死啦，依家要死咯，唔够佢快，雷伊贝太快啦。喺第二个道馆、第三道馆之间，佢有雷伊贝，已经犯咗规，因为雷伊贝啲咁高速度嘅虫系超劲。转嚟多难先，电击波，慢慢电佢咯又。灯笼嗰度出大阵风，空气爆炸，哇顶识喷火咁咪黐线啊啲嘢，顽皮蛋可以用大阵风呢度，唔好换佢呢度，暴风雪咧，狩猎凤蝶咧。大字烧啦，系咯，大字烧，哇顶麻痹，咁啊死啦麻痹，点够呢只嘢打咁我雷伊贝？结冰佢，结冰，哦冇啦，水之波动，晕啦，哦晕啦，我要晕啦，唉，好难打喎、啊、呢、這个最快嘅雷伊。雷呢个属性又系比较强势，如果你冇地面嘅话，系啦，好遗憾我成队都冇地面啦。杂气，哇顶一嘢打到我咁样，你冇搞错啊？灯笼鱼，哇喷火，钢系溶解液。一下劈死咗，咁癫嘅佢，烧伤靓靓啊呢下，跟住用双针，双针，但系应该都打唔赢喎。如果佢打唔中我就，好难打，我哋打多次，如果唔得嘅，我哋升个少少咧先啦，系啦，升多一阵先，咁样死落唔系办法喎。呢度冇啊，呢度先走啊先。回转一攻，麻痹粉先啦，不如用啲防护比较保守少少嘅打法，就一嚟麻痹之后再慢慢打啦，唯有。哇顶都要红血，有冇搞错？空气爆炸，空气爆炸，唔错，空气爆炸。靓波打到佢走，暴风雪 ，OK。跟住我哋用巴塔碟，用圣之火。我有麻痹，冇啦。顶一只顽皮蛋打死晒我，哇顶又麻痹，黐线30%麻痹系咁中啊，两只定三只都中啊，黐线，咁难打咩？好，玩住咁多先，今日嚟住呢度先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